不能进，外接岳阳军。 学生，对你师奶图谋不轨，你快帮为师好好教训他。你怎么又跟过来了？我不是把解药给你了吗？你干嘛？哎呀，你这是何意？ 真正的兴趣就是男人吗？还是男女通吃？我是何意？李大人不如去问问你的好手下吴哥，吴统领在药王岛处理后事。可是发生了什么？他私自释放东域药师，已被我击杀，而且身上的刺青与绑架楠楠的刺客如出一辙。所以，你怀疑我和吴哥是一伙的？你说呢？ 我李子凡对天发誓，对吴哥这事绝不知情。信不信由你。对，我相信李大哥的为人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我会盯紧你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徒儿，快坐下来一起吃饭吧，我都饿了。小叶。 你刚才二话不说便动手的气势，我很喜欢，做得好。李大哥贵为三品药员，却被这姓叶的气势压了一头。这家伙身份果然有隐情。这个臭丫头，刘解药便刘解药，偏说些让人误会的话，现在又不知在心里嘀咕我什么。还看我？行，既然你阴魂不散，我便借机将你灌醉。 一探究竟。嗯，大家齐聚于此，岂能没有酒助兴呢？小二，上酒。好好，我也要喝。喝什么喝呀？小红，小草，小果子。小主人，我们带你去玩好不好？哼！别！小主人，你慢点。
藏，陌上秋草黄。人间数落几道长。亲爱的。不曾荒凉，心气能发展。我确实幸运。你说你参加一千大会到底什么目的？哼，你是不是对我？别以为长得好看可以猥琐，小心我把你变成猪头！如今你的解药已经给我了，喝酒也喝不过我，还能怎么变？你说你怎么在梦里能这般难缠啊？看不敢断绝。玉清波，遇见你之前，我还从未醉过。陌上秋草黄，人间出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，心气能发展，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，年轮覆写了几卷。别缠我。李片中，切，你怎么在我床上啊？昨夜是你抱着我不放的。你放屁！我怎么可能抱着你这个臭淫贼不放？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？占你便宜？这才叫占你便宜！徒儿，住嘴！楠楠，休要对你师奶无礼！楠楠，楠楠，咱们借一步说话，来。哎呀，来，还不是因为那个拓跋血手，啊不，李大人，昨晚喝酒啊，那个李大人他几次都想借机亲近你娘亲，而我又不在你娘亲身边，无法时刻护他周全，便想了这个计策，假装与你娘亲要好，实则呀。是想让他对你娘亲死心，真的吗？当然了，而且你也说了，这青洛是我师奶，我怎么可能对我师奶动非分之想呢？不过都是权宜之计罢了。算你有点良心。不过徒儿，你为了师父和你师奶，也算是用心良苦了。娘亲，你们继续，我先不打扰你们了哈。继续。玉清，哎呀，你都跟楠楠说什么了？没事儿，来，先把醒酒汤。不说是吧？那你别说了，本姑娘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，少量下的多。别点了，没用的。你有这时间，还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一个时辰后便自然没事。如果出什么意外，可不怪我。